大家好，我哋系少年 D 组，我系黎志伟。今日咧，我哋会做一个特别音乐，嗰首歌名咧叫做《最后的献祭》。咁咧，已经声明咁，我哋嗰首音乐咧就有少少修改，咁所以我哋会跟住呢首音乐嘅，即系嗰个唱法一齐去修改嘅。所以我哋唱嘅时候咧，会有少少奇怪，希望大家可以体谅。现场都系接受我哋呢首音乐，纯粹系睇我哋嘅心意，唔系睇我哋唱歌技巧。纯粹跳啦吓。我想唱。